有手就能做，味道很不错。快来你的男朋友记好笔记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调料都在屏幕上了，有需要的记得保存。下豆角翻炒均匀，倒入开水没过食材，盖上盖子焖一会儿，先舀出来一点汤汁备用。等锅里的汤汁变少，把刚刚舀出来的倒回去。吃了一次就爱上豆角焖面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